宫保鸡丁吃腻没有？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宫保兔花儿，这道菜只能用兔儿的背脊哈，两个背脊加个大腿，而且这道菜还一定要用火兔儿来做，冻兔儿肯定不得行哈。大腿上再来点儿，菜花刀切了，兔花儿这个是哈，腿腿的位置我们要给它排下刀，这个叫粘一下啊，行业术语。同样的给它散花刀，来点酱油、黄酒，分次加入姜葱水，好，然后给它把抓码均匀，慢慢等它吃进去。来点红烧淀粉，抓码均匀。宫保是胡辣荔枝味，我们来兑个碗芡，红烧粉，酱油要点儿，来点醋，醋味稍微重滴点儿哈。醋和白糖比例1:1，来勺胡椒，再点盐，再来点清水。对了，调匀备用。先把花生米输出来，输花生米哈，冷油也可以下锅，稍微小滴点儿。花生米要得了，铲出来晾一下。兔儿因为脂肪含量不够，所以我们加了猪油，七成油温，姜葱蒜、黑椒、花椒下锅上香。兔儿下锅之前，再次给它拌匀以后下锅，来煮水下锅，花生米下锅。锅喽，巴适一般。花姐的红烧粉确实好。上一筷子，哦，巴适一般。上菜，东坡肉子。